点评一下他们的音乐。哎呀，你看他们两个人其实两种型的美女，你们的美跟你们的才华其实很难讲哪个更厉害一些。文文长发甩起来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摇滚乐摇滚乐应该就不可多得的一个最美的画面吧。那惠州也是，他是一个音乐魔法盒一样，然后一个二十出头的人，然后有如此大的音乐能量，然后那么清亮高亢的嗓音，唱出这个杂草的精神，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评价什么而只有一种欣喜或者是感动，说这个舞台上出现了你们，我们也很骄傲啊。两个人都很迷人，很棒。如果我要一定得要推荐一个的话，我会选择让我感受内心更强大以及更……对，我怎么讲话速度那么慢啊？嘿嘿嘿，内心更强大、更稳定的慧珠。谢谢萱萱导师，刘欢导师。我真的不知道该一定让我，这没法推荐这个。就您相对能抵挡住谁？我相对能抵挡，我谁也抵挡不住。这个纯以歌曲这首作品的角度上来讲，我更喜欢杂草，但是从唱作人就是整体舞台的表现，这一首歌曲连同演唱带这个舞台的表现，我更倾向于余文文。所以您的建议是，我支持余文文。谢谢来陶喆导师。余文文，你的吉他，你的音乐带给我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冲击，我会建议余文文。我们把这个发言的机会留给身边的这两位可爱的姑娘，慧珠。首先，我好怕我讲到一半哭了。加油！我是一个不会把事情想得很完美、很完美的人。我今天能够在舞台上多唱一首歌，我已经觉得很高兴、很满足。回想就是四位导师和我一起在舞台上玩那台机器的那个画面，那个时候我很不知所措，我就在旁边看老师们研究那台机器。可是我记得是海泉老师轻轻推了我一把，然后把我推到舞台中央，被四位导师包围。我现在想起来真的觉得很温暖，谢谢你们。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好。谢谢爸爸妈妈，不管我做什么事情都一直陪着我，谢谢你们。爸爸妈妈有什么话？慧珠，你很棒，真的很棒了，要站上这个舞台已经不简单了。信自己有我就有路，那信你自己有慧珠就有路，加油宝贝。接下来我们有请文文。我记得我来这个舞台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我的作品，非常开心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我觉得今天不管结果怎么样，谁离开谁留下，我都不会在这个舞台上留下遗憾。所以我想感谢四位老师给了我全部推杆的支持，还有感谢宇泉老师才能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用这么完美的形式
把这首歌展现给大家。谢谢你们，谢谢。有请两位姑娘，把手给我。玉轩导师，你们的选择是。你也看到慧珠在之前那种稳定感，就像玄玄说的，他那种强大。但是就是说，就说起来这个，就是舞台表现性来讲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舞台不仅仅是以舞台表现，这舞台表现是最终的。于文文太美了，太漂亮了，一个漂亮的女生可以弹吉他，她固然在舞台上表现力上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人，然后有她自己的优势。慧珠装束从外在上面来讲，我并没有感觉她修饰很多，甚至于一直都穿的不太多变的衣服和很朴实的一些款式。对于慧珠来讲，我觉得你就像是自己的亲妹妹。然后文文就像自己的女朋友。就是他们俩掉河里，你先救谁是吗？我先呛死我自己。就是我们俩刚才其实争论了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选择，你想说以鼓励那些自认为自己不太具有条件和舞台优势的。我们选择王慧珠。王慧珠，祝贺王慧珠。我们把掌声送给文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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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